可以看到熊熊大火不断燃烧，浓厚黑烟直窜天际，消防员来回奔跑，布水线灌救。从空拍角度看，燃烧面积相当大，现场空气还飘散难闻气味，带您来看一段现场画面。 起火地点就在台南归仁区一间工厂，昨天晚上11点多突然起火，火势燃烧迅速，消防员获报立即出动18车39人前往灌救，建立循环式送水，架设3线炮塔防护。所幸附近是农田，大火没有延烧。附近火势已经扑灭，所幸无人伤亡，但300坪的厂房已经烧得一片焦黑，起火点疑似工厂的仓库，详细起火原因还要再厘清。